刚才我们连续40首由40位演奏家为我们演奏，之后呢，接下来简单一点的，就由一位演奏家为我们演奏。那不过也有个效果，各位想不到的，等一下你们听的时候就会知道，他为我们演奏的是 Ling Chong Ye Ben。 那林冲我们是知道是什么人物的啊，可是这个演奏家，他演奏林冲夜奔那种气派，等一下你们就会感受到。我想他已经准备好，我们就请梁桂文小姐。